主料白菜380克蒸完500克辅料鱼露2勺准备时间10分钟内制作时间10分钟内白菜叶洗干净将白菜叶切丝准备适量肉丸水开后下白菜然后下肉丸待汤沸腾时关火滴入鱼露即可烹饪技巧加鱼露可提鲜也有了咸味如果喜欢本视频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别忘了按赞哦。